著名书画家梁伟贤老师为美中文化产业中心题字。梁伟贤1968年出生，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本科毕业，现为恩平市书法家协会东城分会常务副会长，澳门文化艺术学会顾问，江门市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广东省第一批书法骨干教师到浙江兰亭书法学院进行研学，作品曾多次入选广东省书画联展和在江门市恩平市的比赛中获奖。历年来在书法教育中成果丰硕，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，并多人数参加省市级的比赛中获奖。著名书画家梁伟贤老师为美中文化产业中心题字。梁伟贤1968年出生，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本科毕业，现为恩平市书法家协会东城分会常务副会长，澳门文化艺术学会顾问，江门市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广东省第一批书法骨干教师，到浙江兰亭书法学院进行研学，作品曾多次入选广东省书画联展和在江门市、恩平市的比赛中获奖。历年来在书法教育中成果丰硕，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，并多人数参加省市级的比赛中获奖。